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1年10月13号，那个瑞芳站，瑞芳站北，11:07。哦，然后刚刚。刚刚的那个柴油车吧，对吧？6:08。我这班是1524新竹发车，经由西湾线、宜安线开往瑞芳的盈利社，微笑三分钟用900型909全车，在瑞芳站终点，在瑞芳站准备信号，中央站水风，会给搞啊！本列车终点瑞芳站快到喽。909全车在终点站的方向左边行驶。瑞芳站终于到了，再见。右侧开门。哎，又是他们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好，拜拜。瑞芳站终于在瑞芳站停靠了909的152次，然后他跑171次，瑞芳方车就算要秒力的一，你说他上面都用909的171次，他11:24，好像是1524，看我瑞芳和909的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要先走了，拜拜，7:10再见。